尾气。哎呦！哎呦！有肺了！哎，手里的肺气！哎呦！今夜唯一四夜仙，有肺而来。今天，今夜唯一，今夜唯一，今夜唯一。哎，你笑太大声了。他在旁边。行当，小孩子都这样啊。对，请问一下，今天这套衣服可不可以转一圈给我们看一下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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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感觉好像有点透明的哦，带纱。实际上里面是一个塑身衣，作战服。这对，根本就是啊，塑身衣，塑身衣啊，塑身衣的样子啊，对，设计成那个样。哇塞，它设计就是比较有点透感，是是肌肤的感觉，然后会男人有无限想象。这个没有经验还不太敢穿哦。所有衣服里面最性感的了。啊，是是是是，这么认真，哇，那就是最近都在相夫教子哦。来，导播，请照这边。你看，年轻妹就知道展现美腿，两个老妹都累了。赶快下，太累了，太累了，赶快盯，赶快盯，太累了。来，那请问一下这位旧山，您觉得？我们为什么要留您下来呢？因为我觉得，这外表或性感呢，其实很肤浅。智慧还有气质，我觉得最重要。Of course， 气质当然要。对，一个女人气质啊，有了她就自然会变漂亮。但是如果一个漂亮女孩子没有气质呢，那就落掉了。这边请，这边请，奈绮莉，怎么会是你呢？你也包养。认得是我，真的吗？对，因为我这件衣服是我真的在家里从来没穿出门过的衣服，是是是，棒哎！为你们节目牺牲了，我以前好喜欢他哦，以前，现在呢？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你以前很喜欢他？我以前都看那个啊，哪个？少年英雄方思玉那个，对耶。你那时候多大？那时候几岁？我小时候拍的戏。你那时候几岁？那时候高中，高中啊，高中就乱想。没有啊，什么东西啊？哦，那时候也是我第一部戏啊。第一部戏啊，第一部戏就当女主角，女主角，开玩笑，厉害啊，对了，他们五位哈，你会喜欢哪一位的？为什么我们五位呢？你不算了吗？我被拒绝，因为我对啊，已婚嘛。哎，曲哥我觉得很好。哇，曲哥，哇塞，曲哥给你就好了。你怎么又中？今天干爹，你今天太强了，干爹。我觉得我下个月，我跟屈哥很有女人味的。对，女生看到他会觉得很有安全感。好，屈永恒，我们要决定要送你一个匾额。哎，屈三炮，连三炮，屈三炮，好强，哇，太好。OK， 然后后面刮胡干爹喷，好，太好了。那个职业也是老师哈，好，谢谢，来，谢谢。屈哥接吗？啊，厉害了，屈三炮啊！大家客气，谦虚。来，我们的阳光，有黑美女要出现了，一、二、三，来，陈志颖，志颖你好，新人哦。来没有来过我们国光，对不对？有啊，来是做什么的？对，我之前还戴牙套。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我喜欢比较大男人哦，大男人幽默，喜欢被凌虐就对了。没有啦，喜欢大男人又被让你觉得比较有依靠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这都是婚前，婚后你大男人试试看，真的被踹打死，真的切身之痛，跪下这样。那你有这样吗？有。我现在就是只要我这一下班我就开始跪，出门的时候就跪着出门的，本来上班也是跪的，一直到三立门口才站起来，好痛，膝盖不会痛吗？所以很多观众看我进三立都是这样，骗你的，好了，对，这样讲哇塞，这自己太太翻脸了啊，真的，哎，这个反正这个好好看啊，男人，问问那些就知道，男人不是那么容易了解的，好。好，谢谢你，来，请坐。哇塞，今天啊，今天还不错啊，开心。我们还是一句话，女人哦，一定要到了一定的那个年纪以后，那个女人的韵味、魅力才会出来。
但是还是年轻的啊、哦。其实重点是最后一句，落晒就不要啪啪照，在家看三立新闻网，隔离就不要啪啪照，想知道疫情最新资讯，就要看三立新闻网，懂了就动作啊！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就是这么简单。